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桃。那大会过了，我们又出了新品哦。这一次呢是全新生活辣木叶的这个新品。哇，大辣木叶复方这个定状的食品呢，我觉得这次在大会的展场上啊，就听到之后觉得超想马上入手一瓶。那其实会设计这样的产品呢，主要公司是说，像现在大多数都外食嘛，那在外食的时候啊，很多都是这个高热量，然后就是高脂肪，但是呢却没有什么营养在里面。那像这个食品里面呢，它有一个主要成分里面有姜黄根茎，然后有辣木叶，然后还有咖喱叶。那像这些很优秀的香料呢的它的这个萃取物啊，是可以协助我们促进新陈代谢，好吗？那以及呢让我们更期待每天都可以照镜子哦。那这一个产品啊，它食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是每天呢早上的时候随餐，就是餐前餐中餐后都可以，然后呢一颗配上呢一杯水把它吃下去，午餐的时候你也吃一次，一天两颗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那这个产品呢，它是一个全素的产品，所以呢即使你是素食主义者呢，那也是可以吃的哦。好，那就是希望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个。那如果呢你是有运动习惯的人，那吃这一瓶的话就更好了，就是效果会更明显。好，那今天帮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